算是把杜发展好起来的巅峰啦吼。阮今年诶，这个模式，这个做这个庆典的这个模式，阮会做一个纪录片，以及文字甲写起吼。加明年吼，阮要搁再办七八年、九年的这个庆典吼，会当更加吼更加好。哦，要留予这个哦，所有的哦，像我们这个角头庙的哦，然后要做哦，闽南的吵吵闹闹哦，用这较有一个文化气质的哦会当安尼演完哦，互人会当接受的物件哦，要搁推向哦，这个传统的这个精神哦，哇，你一定要明白安尼吼哦，啊，今仔日。哦，这个流程拢完全，哦，我聘请这个台北，哦，一个专业的这个人规划，哦，伊派十一个人来伫这搭，哦，你甲我斗下底，哦，你讲你用，哦，我希望我大家，哦，安尼，哦，甲我欣赏一下，哦，也甲我批评一下，哦，看看我咧，哦，用我咧有心做袂发生无？看下当安尼，老火烟万，就做一个，这个庙的庆典的一个典范的咪，以上，真感谢大家安尼，这么那老烟，来搞阮迄个，要讲每一项的细节哦，搞阮用一下吼。不过，阮这行头大个吼，这个性价吼，阮这个。阮这新年拢有给阮报备呢，相当的报备呢。阮有十二位数的企业，十二位数，九位数就是硬的，十二位数，就是千亿的，有千亿企业的总经理，有阮这个行头发出来，啊，我经营甲做非常的良好，也唔是安尼尔，阮遮即个高中的联考，以及大学的联考，拢总是状元的，拢阮即个，即个庆安宫的即个下下的人咧，阮算是成功哦，即个新年老搞不平。非常支持
台湾文化主题是对足济台湾的文化艺术团体艺术家，会当讲长久以来拢非常的支持支持出力。所以今日咱这阿弟所在的这个文化活动，伊嘛是安尼斗相共，所以才会感谢伊当时叫。我是花道的孙啊，吼，阮阿哥叫李清澈，吼，阮阿哥的名，我也是叫清澈，吼，因为伊的名叫李清澈，所以我拢会叫清澈。我今仔日要来这个所在的时阵，我阿爸妈妈讲，我要来花道去安庙，我讲你敢知影这个所在？伊讲哦，去安庙是不是无啦？